还有先路人啊，上次啊、哦、用砂轮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布砂轮，那这次换这个，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，科学精神嘛，试看看啦、啊。然后都是用我的，是不是同学的？来看一下。那、啊、上次好了，看一下那个之前杀的痕迹啦、啊。上次杀的痕迹杀完是这样，亮亮的，那个布砂轮比较亮。啊、哦，是我的啊。哦，最后一番，好吧。然后用切位一半的试完了，再去用北海道，那个莫名其妙。哎，试看看，我没试过啊。哎，要戴护目镜哦。这个调转速呢，我觉得速度调的不错，你有试过吗？啊。哎，不错了呀。去那个好，我再也不去掉我不淹水了。看、啊，这个好像怕水，对不对？好，布沙怕水，失败。会很烫吗？也还好。啊、我觉得蛮漂亮的嘞，还不错哦。因为我这个是这样旋转呐、啊，那、啊、我进来那边可能会扫比较多，我要让那边变出口。看一下啊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用手去试啊，然后看一下差别这样，好，它面积应该变得比较好看一点，好，它的面可能有点抛光的感觉，可是我的那个用法是外框啦，跟前面没有用到，好，要是你会发现你没有裹的时候，可以试看看。又可以有一点除锈的功能了、啊。好，等等磨完的时候，应该它就会有一个框跑出来。好，因为我刚刚有一点扫到旁边，也是算扫的扫。好，等等可以再看看这样，结束的会再拍照。这样会不会背光？啊、哦，傻孩子，不会吗？不会啊。好。太轻率，不能这样开玩笑。但摸起来的面好，我觉得不错。他那个今天。那个用陶瓷的、啊，这么去外面试啊，然后你我看看这个有比较细致啊，但刚刚试啊那个陶瓷的6000还没有很细啊，所以我过 G3 跟天然的还是中间会把那种中间的锯齿啊磨得比较光滑一点，那光滑、啊、比较平整，反而会
我觉得比较不会容易变钝啊，它本来软，然后抱起来的顺畅感我觉得不错，也可以摸摸看这样，这是滑，跟我的屁股一样滑，而且算了，他都有在试啊，是，哎，他都是孩子，好，这个可以收的。试看看，那装的时候再讲一次新的哦，压铁永远不可以超出抱刀的前方，不然就会变钝哦。好，然后因为我这是入海，那我刚好去控制一下我那个压铁跟抱刀的宽度啊，有在做个调整。那我先敲抱刀，再敲压铁，然后两个距离大概是一两厘米，然后再控制抱刀，让它有一点推出去，一点点就好，因为我在敲压铁啊，会稍微带动抱刀再往前。好，不用那么刻意这样。好，差不多。然后现在敲压铁，因为第一次有上油啊，它会有一点带着那个油往前推。看的时候可能就有点障碍这样，所以我现在又往前了，它再推一点点。可是它推的时候，通常那个会连着压铁一起推。我这边一个经验啦。谢谢的。
那先接电话，坐到这里就好了。